弟，果然我生也是讲我安尼相依为命啊。要多大你啊，我娶某，不能刚刚讲哦，啊，等于娶某啊，是安尼住伫厝内面。所以我老母啊讲啊，你某若娶咧，来分家产。我袂去伫厝内面，安尼哦，啊伫做废人，所以我出来外面的所在伫做生意。啥物人知影讲咧钱客着，来到外口的所在做生意，生意煞咧哦，无太好。想到怨气啊，感觉无法度啦。这嘛命啊，运嘛对不对？兼我感觉我老母哦，这财产哦，简直是分了无够公平啦。所以咧，这钱项的问题，我感觉讲我家己跟我老母啊清楚，袂用这伫厝内底安尼。我感觉讲我的大哥应该轻松些。而且咱阮某，咱会坐转阮家。